是亚洲第一美女 ,32 岁至今单身。网友常德太美没人敢追。李成敏是一名英国籍的亚裔女演员，颜值很高，曾在韩国的网络美女照片竞赛中获得了第一名，可以看出她的颜值还是被很多人认可的。之后的她就开始出道演艺圈，在戏中被观众熟知。以性感和美女著称的李成敏出演过童颜美女、美味人生、急诊男女、使徒行者、唐人街1871、情圣等多部剧作。虽然颜值很能打，但出演的剧作却没有多少人记住他。李成敏在之前的全球最美的女星排名中获得了第二名，因此也就有了亚洲第一美女的称号。虽然是很美的女星，但是在感情生活上却没有传过绯闻，情感状态也是扑朔迷离。如今的李成敏已经32岁了，但是她看起来还是20几岁的小姑娘，毕竟颜值实力是太高了，皮肤也保养得很好。对于这么漂亮的她却没有追求者，让人匪夷所思。这就有网友疑惑了，是不是因为常德太美没人敢追了？你觉得李成敏的颜值怎么样？欢迎评论。